心的事情是分享。好，下一个。哎，对，哎，我想那个先问一下，那个有人有没有人没有参加过 Unconference？ 有吗？有几个？那需要再稍微多讲一点。Unconference 介绍，但还是待会分享。能介绍吗？介绍吗？我要介绍吗？介绍一下，快点，村长。好，所以介绍。先说你就是没有人介绍。对对对，所以 unconference 其实就是议程由大家定嘛，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这个投稿区哦。那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就是投稿区可能还不多，那有些很多是有投说想要讲自己的自己参加的这个 conference 或是什么。那我想说今天其实大家聚在这边的意思是想要找到不同他们之间可能共同需要一起解决问题，或是把一些东西变成更容易的事情。好，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可能我就会想要讲说邀请国际讲者的秘诀。好，就是比如说你怎么写信啊，来了之后要安排旅馆，或是要怎么样说服他们自己出钱啊，或之类的。好，那所以每一个 session 呢，其实可能就是我unconference 会比较希望就是说不是有一个人在演讲，而是说带一个主题起来，然后我可能会来这个可能都是有你的 conference 里面有邀请过国际讲者，你可能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好，遇到过什么非常痛苦的事情，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的。好，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希望开个头，然后把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有一些想法的人聚集起来，然后一起讨论。好，那通常会建议是说你这个 session 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指派有一个人帮忙做记录，那可以也可以每个人都记录，但是最好是一开始先确认说，今天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事情有人在记录下去了，那黑皮都已经开好了。好，那所以大概进行的样子是这样，然后我想象中的主题就是像刚才讲的，好，比如说刚才有看到还有什么摄影组活动记录，比如说活动记录有什么秘诀啊，或者是这个场务有什么秘诀啊，或者邀请国际讲者有什么秘诀啊？好，那所以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有些可以讲说，社群里面吵架的话怎么处理啊？好，因为大家社群一定会吵架嘛，对不对？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主题，然后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可能不用太讲说谁跟谁吵架，就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然后最后怎么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跨不同 conference 一起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的，好，一个刚共同想要累积起来的。他们在跳舞真的很好笑。好，所以我就很快就介绍到这边，好，那所以就继续自我介绍。对，我是 CEO， 刚忘了说。好，那目前是 OCF 的董事，那同时也是G01 的发起人。然后我们去年G01 Summit 的时候，我是担任这个筹备委员。那就继续下去。大家好，我是李吉吉，然后我有在 CCon 还有线路组做志工这样，然后关心的是Open Source。大家好，我是肖子琪，然后我现在是台大开源社，还有 CCon， 然后关心的是如何提升校园内对 Open Source 的兴趣。可以讲一讲啊。我是关心的是。大家好，我是 Eric。那我那个目前是台科的学生。那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应该也是对这 open source， 还有就是在校园如何推动大家写程式，如何让大家喜欢写程式这种事情。大家好，我是 Mouse， 然后我现在有在 CCon， 然后也有在线路组。那最近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真的可以让非常多人一起上网，非常重要。好，下一位。哆啦 A 梦。大家好，我是阿少，那我是去年刚从研制毕业，那现在是中华民国国军。对，那关心的事情，我自己关心的事情应该是什么时候能退伍？对，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参与社群这样子。对，好，谢谢。好，那我是刺猬，然后我现在在原治大学，然后就是即将要毕业，所以我关心的是我到底就是会不会找到替代役。然后没有啊，就是也是比较关心是说，就是到底怎么样勾起人家兴趣来写程式这件事情嘛。对，然后对，好，
大家好，我是一帕，那我也是俊云发起人之一，然后去年的俊云 Summit 的筹委还有一成组，然后我关心就是阿宅和非阿宅的沟通。好 ，OK， 大家好，我是 L， 然后叫我小左也可以。那我出没在 Posa 还有 Cos Club 还有 Open Society 台湾的社群。那我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大家更喜欢 Linux 的环境，跟就是让更多人来参与 Linux 专案。大家好，我是 MS， 然后我出没 Cos Club 还有 Open Society相关的东西。那我比较在意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是Open Source Local 的社群要怎么影响 Open Source 的发展，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像行政组这些，我们要这样怎么样让资讯系统帮助我们在筹办 conference， 这样行政组这么多杂事要怎么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各位大家好，我是路易斯，然后平常出没是在不会使用 PW 的社群或者是一些高手的老师一起。黑拉克其实很久，大家都不知道在哪。好，我现在最关注的事情是让一群号称很忙，然后又有点避暑的人们如何大家起来，每个人贡献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做一些事情。那这是要问大家。OK， 好，大家好，我是 Soul， 然后目前在国外中心的自由软件实验室工作，然后同时也是 OSM 台湾的理事。然后刚补充一下，路易斯是理事长。我关心的事情呢是，怎么样要让 Peter 跟 Peter 还有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来使用 OSM 台湾，来 OSM， 然后怎么样去做更多的研发或者是更多的资料投入？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写在我的衣服上面，我是富兰克林。那我的组织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点名了。那我现在关心，我们一直以来关心的事情都是开放源码，还有资讯教育的基础建设。那我们最近也有一连串的活动，也是跟这些东西有关。好，谢谢。大家好，我是特聘，然后我来自 Hikam， 然后 Hikam 最近在去年都成立了台湾骇客协会，然后我是跟信一样是协会唯一的秘书，然后唯一的正职，唯一的员工。然后我比较关心的事情是如何让骇客的字眼更正向。谢谢。好，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来自 Hikam， 那我目前在做的是自然产业。那骇客联会现在变成骇客协会嘛，所以我最关键的是如何能让这个组织能够继续走下去。谢谢。大家好，我是 Amy。那我比较常参加的是跟 Web 相关的 Conf， 本身做的是网络相关的工作。那我比较关心的事情其实应该是一些开源的东西在企业间的应用，还有导入的一些过程跟方式。大家好，我是信磊，是 Hacking Sustain 的实习生，然后比较喜欢关注的是开放文化的精神，还有社群的成长这样子。大家好，我是卡尔，然后我也是开心社会的值日生。那我关心的事情是，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贡献者，而不是说就是很多的唯独者，就是只有去用，没有来贡献这样。那大概这样。嗨，我是胡迪，我是开心社会的值日生。那我关心的事情是，小众的文化要怎么样传承，然后发展，让它可以有自己的样子，然后不需要依存在推广之类的方式才能够生存下去。谢谢。大家好，我叫萨尔斯，那我主要是 Cos Club 跟线路组，那关心的事情也是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让一堆人可以上网，然后还有就是 Linux 跟 Open Source 相关的应用的推广。大家好，我是亮亮，现在读硕士，那我平常参加是 R 跟 Python 的社群，那今年是 Python 一程。那我现在关心的是就是conference 一程投稿的机制，然后还有一些带领这个新手的一些
你刚这个训练的课程。那我是那个Postcat， 然后目前是大学生，然后然后关注的应该就是open source。大家好，我是 Tiger， 然后我是因为算是线路组，然后离开社群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最近就是回到线路组，想要改变一下线路组，就是不要让它跟社群那么的脱轨，然后让大家都有点东西可以学的，谢谢。大家好，我是芝芝，我现在是原大学二年级。然后我关心的是怎么让学生就是在写生这件事情上面不再就是在意说作业有没有交出去，学分有没有拿到。对，大家讲。Hello， 我是 LY。萌萌。视觉性男孩。来自于是明年傻逼的筹委。最近关心的事情是如果是工作的话，就是关心 closure， 是如何在台湾推广 closure。那如果是 camp 的话，是因为参加过就是国内外都一些 conference， 所以我希望我弄了一个 talk， 是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大家参与的在国内外 conference 有什么不同跟相同地方，然后如何让我们在台湾的 conference 拥有国际的水准。谢谢。嗨，大家好，我是小谢。我是 Rose 台湾的国防的，然后去年办 Rose Pacific 的时候是主要的筹办者之一。那我现在在原理工作。OK， 那我平常关心的事情是社会的议题，然后还有 Open Source 的推广。谢谢。大家好，我是 Trista。我比较常出没在Cost Cup、MPOS 几大最近。然后，平常比较属于小杂工这样。然后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是，大家怎么在社群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啤酒不知道冰好了没？嗨，大家好，我是小 B， 也可以叫我 CR Boy。那我来自 Costcup， 然后也会平常会去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各大大小社群，就是打个酱油这样子。那我关心的事情就是，大家的自由，大家的分享，还有关于台湾的教育、交通，还有社会整体的利益。选总统啦！大家好，我叫艾米莉欧，然后我是目前是在中研院台湾创业司机计划担任长工。那现在最近就是在进行计划转移变成社群化。那今年也跟这个 OCF 有做合作。然后经营社群，那我关心的问题是希望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自由文化跟开放授权。好，谢谢大家。大家好，那个我是 Richard 强哥，然后我刚忘记格式是什么，反正我是名字里没有强，哦，是原来名字里没有强，但后来有强的强哥。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讲什么，真的。好，我关心小江。我来自哪里？我以前在 OSSF 就是中研院自由软体制造厂，然后后来到大陆的一个叫做 Kit Cafe 的一个新创公司，然后我从那个地方离开了10月份，然后我即将就是下礼拜我要入职到苏州的华为 ，OK， 那我要去华为做开发者社区的运营这样子。那我关心的议题哦，对，其实我关心议题有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到大陆去之后发觉哈，虽然两岸都是用中文的，但是在资讯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流，就是说很少的交流。那一方面是大陆人真的比较难到台湾啦，那一方面是台湾人其实很容易到大陆，但不一定爱去啊。OK， 所以说，对，这是事实。OK， 所以说其实我发觉在开源这方面，这两岸是真的是各自发展，而且就fork 出来之后各自发展，而且互相不看对方的 code， 也不去 merge 经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问题。那在开源发展，我觉得大陆有些地方还是比台湾落后，但是在大陆的商业发展，有些地方，比如说互联网发展比台湾强。好，对不起，我讲太久了。好，这是第一个。投稿，我承认我待会投稿，然后大家每个人都要投稿。OK， 好了，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就先这样子。好，大家好，我是博强啊，我但是有人叫我强哥啊。然后那个我是来自 OCF， 我是 OCF 董事之一，然后还有参加 CostCup， 然后跟 Mosfet 比较多在 Java 里面。那现在关心比较关心的事情是，
别问别人投了什么稿，先问你自己投了什么稿。然后跟开放跟自由，大致上是这样。好，马上投了。大家好，我是 CYJ， 我来自于 OCF 的免费志工。什么东西免费？不是免费，不是免费，讲错了。对，所以要钱吗？对，就是我哭着我不要票，但是我还是来。然后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啊，就是从社会议题到什么很多。那关心不完，所以我最后只关心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睡饱。那我叫 ET 服务，然后我主要活动的社群是 G0V， 然后我也是 OCF 的免费志工，所以我今天最关心的是我只有开场的时候需要录影，之后就没事了，然后其他就是 stand by 等 C 您吩咐这样子，谢谢。还有 O3， 还有最后一个 O3， 有我都在听，免费志工，我都有在听。大家好，是 O3， 那大部分时候就是在各个康复跑来跑去拿相机拍照这样。然后来自于可能算墨子 TW 吧，就最早参加的社群。那我现在关心的议题是晚餐要吃什么。我比较长时间关心，就是和这个比较有关系的，大概是我要怎么，记录一个活动，让它不影响会中，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要拍得好，然后要拍得漂亮，然后又不影响会中，然后就是你各方面都要求好，但是又要便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那我在想要怎么这样？对，好，那谢谢各位。好，那我小小提醒几件事情，就是那边的饮食随时开放，就是你想吃，你肚子饿，然后口渴，想喝饮料都可以取用。那在你离开位置之前，拜托请先点上 Hey Folder， 对，那个 link 在这边，大家可以先确定一下。密码可以再秀一下 WiFi 密码吗？哇塞，我要说 Hey Folder， 要说 WiFi 密码。现在调个文章。VW NTU OSC 惊叹号，先把这个讲。哦，有惊叹号。热头电号，好容易忘记耶。NTU OSC